Hello，OK，、okay, 欢迎回到我们大牌我来了这个环节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又是什么样的包包呢？就是，OK， 它就是呢采用尼龙的一个质地，然后呢经典黑的配色。这边它是有给到我们一个 Prada 的小吊饰，然后呢 logo 也是一样 3D 的 ，OK， 整个包包就是非常简约，非常好看。打开里面的话呢，它是采用这个拉链的开关，然后里面的话就是有给到我们也是一样拉链的间隔，重要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放在这边。容量呢是非常大的 ，OK， 那么呢它也是一个二用包来的 ，OK， 首先呢它是可以有这样子说的 use 非常的好看，然后呢手奶也是 OK。它也是有附送到我们一个可拆卸、可调节的肩带，所以说当你要斜挎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。OK， 斜挎，然后呢，长半肩。OK， 总共是有四个男宝，无论上班啊、日常都是非常合适的。OK， 那么如果你跟我们购买这款包包的话呢，我们是会有给到你他们家的防尘袋，然后这些卡呢都是会一并给到你们的。OK， 然后呢，这个包包还有一个小小的秘诀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个肩带你不想要 shoulder use 的时候，你想要它短一点点的话呢，它是还有两个洞口可以给你往下调整一点点的。OK，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截图然后私聊客服关于更多的详情。今天的大牌我来了就到这里结束，拜拜。